讲的片段，研究著作的精彩篇章摘录出来，表达我对您恩师的感念。接下来呢，就是汇丰同行，也就是说，我到中兴大学任教快要30年，因为我们周边很多老师，他们都有很精彩的学术著作，这些学术著作说起来呢，也就是学术界的人都还原，但是他那个学术的见解太精彩。像我们这边有研制敦煌学的，有研究左传，有研究我们古代的声韵的，这些很重要的著作，一般人无缘得见。我就将他们那么厚的一本书的结论截取了70-80个百来个字，将它书写，要借由毛笔字的一个书写，甚至你把它印成画册，你想在座啊各位读者朋友。就有机会看一下敦煌学的研究可以开发到这种地步，左传原来跟我们现在的电影的情节手法还能够相关，这个平常不太容易得知的理想学术经验趋势。那就是说汇丰其潜怀，因为我们在那边教书，然后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些变动啊甚至这个自然界的一些春夏秋冬的这个变化，我们也都有所感，所以汇丰潜怀好，我这边我特别有一组印象。去年这个时候不是大旱吗？得不到一滴雨，我那时候就想起了岳飞有一首求雨诗，我就写了求雨诗，就在右边算起来的第三回。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最后那两句“为我煮龙雨，惟雨寄明幽”，是，就是说让我拜一拜啊，跟那个东海龙王借个雨。我这个诗写完，送去台中当代书馆，还是当代艺术家展，是，那时候就下起大雨。啊，龙坡的那一首《望罗》这一首，讲到那个雨下到了昏天暗地。是，那最后还有一首就是黄道周的《洗米诗》，就是讲到说，